大山的明胜宫宫宫开青爷有三百多年历史，也是全台开青的老祖。这几天庙方特别举办三献仪式，祈安礼道国会，除了有很多祭拜活动，来到国会最后一天，庙方也特别传了青草的美食，除了希望讲这个仪式国会会当圆满结束以外，也感谢神明的保庇，和大家都会当平安顺遂。台西溪顶村明胜宫为着弘扬溪圣爷的宗教文化，庙方就盛大举办连续三天的三献圆照祈安礼道法会。这次也邀请玉家宗师傅来到三江，为着这个法会，佫特别准备一尊用黄金打造的关公神尊。圣君虔诚叩首一拜。九公圆满，大家平安，谢谢。来受邀一个玉家宗师傅，那么再来请一个北极先天上帝。那么一个宗师傅内底主持人甲关圣帝君，伊即阵是顺仁寺，那么伊规阵是金马打造的吼。为着要做伙庆祝即次三献圆照法会，有来自全台各地宫庙来参加，庙方也特别准备祭草的山顶海味，予神明来享用。这就是一般真少会当看到的宴王会。咱办这个宴王会，就是要请遮神尊的，足侪神尊有来，像后壁赣州遐几排的拢神尊。吼、哦，所以咱阁有办迄、那个伊、迄、那个采、迄、那个刀号、迄、那个神明伊也要神明坐，所以恁看袂到的，才神明足侪拢下降落来，吼、哦、来食这个寿宴。来到法会最后一天，庙方嘛受到开圣爷的指示，准备700道的米食要来进行普渡仪式。因为开圣爷大的是龙鳌鱼，所以每一道拢会当看到用鱼煮的料理。啊，咱这边在普渡岛，就是拢一挂善男信女，咱台湾省的善男信女的人出来。啊，这边开圣五祖也有指示，吼、哦，咱跋杯罗指示的700道，通通要用煮的。啊，这普渡期会插这只鱼头，开圣搭的这只就是龙鳌鱼，吼、哦。所以咱普渡岛拢搭的鱼头，鱼头就是要你独占鳌头的意思。这次三献圆照祈安礼道法会会当圆满结束，庙方是非常感谢神明的保庇。也真欢迎信众会当来参拜，不只求平安，也开智慧。记者蔡尚林参报道。